什么叫 flow 呢？因为我没有唱过 rap， 随便哪个来都要遭放倒，全场观众为我尖叫。咱们相不高的样子。念 rap 这个是我属于什么都不懂的，我得请教大师啊。Yo， 重庆 hot girl。Yo， 重庆 hot girl。它的重音是在重，而不是在那个 hot girl 上面。Yo。重庆哈狗，莫看我平时的性格和低调，今天就演一回啥子叫霸道。对，还是说话那种。哦，来缓口气儿，缓口气儿。对，正常说话。不要找那种就是说话呀，或者是全放出去的感觉。啊？你就真的想象成唱歌。还是说话那种。你就真的想象成唱歌。用肢体去辅助方言。方言听不懂。你在想啥呀？现在的每一位都为我尖叫。好嘞，嗯，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掌握的怎么样？因为现在有好几个人都给我弄了一下，我现在要把他们融合一下，那接下来剩下的还是来靠我自己了。嗯，那你觉得你们组的实力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组的实力那当然挺好的了，我觉得是我们是想拿第一的，所以我们自信才能让蒋璐霞今天在教室里看。哎，你是要挑战的是不是啊？对，他是波浪组的。你们是不是要挑战我们？你们是不是要挑战我们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你说，那你说，你们挑战谁？说，不知道呀。不说不能出这房，房门锁死。来，啊，欺负人了！你们肯定炸呀，这都上了。不瞒你说，确实很炸。